不作美，飘着雨，吹着风。国民党正副主席朱立伦、郝龙斌合体造势，力拼基隆立委选情，继续有蓝天。啊，今仔日王金平院长嘛徛伫遮背书呢，唔是王院长一个人呢，伊是带所有的立法委员、所有的立法院为郝龙斌来背书。不只是选情，朱王气氛也明显回温。自从宣布部分区立委被列为第一名之后，王金平和朱立伦的互动变得好热络。舞台上明明中间隔着基隆市议长宋维立，但朱王两人眼中只有彼此，互相打暗号，似乎想要绕过宋维立，牵手喊动算，无奈被破局。而在致辞时，王金平挺朱也挺得很用力。金平，这一次要搁留伫台湾呢？我相信讲，我上重要任务是哪，就是爱将咱吼这个国会重新来改革，啊，让人批评讲，福茂是一个黑箱作业，袂当得到人民的这个接受同意，所以闹出遐尼济问题走出来，包括太阳花的血印吼也发生，就是这主要的吼基本的原因。暗算嘛，自诩要跟着朱立伦的脚步改变立法院，王金平努力撕下乔王的标签，专心营造朱王同盟。这个礼拜开始逐渐的多，那下礼拜更多，下下礼拜更多，但其实院长他有这个责任来辅选这些所有的立委。部分区名单确定之后，朱立伦全力拉出团结主调，合流郝龙斌和王金平，要从台湾头开始力拼蓝军国会席次过半。记者张凯亮、朱涵瑜 SN 小组基隆报道。